会感谢主办单位一起跟我做这个赛事上天的嘉宾，然后感谢我们上天公司主持上天公司一大团就是工作人员都来，因为他们非常关心我，所以说我来马来西亚这边，然后就举办这个对我来说算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一天，所以谢谢你们参与我的回忆。接下来要唱的歌，也是新专辑里面的歌，非常简单，也不算简单，是一首爱情故事。两只猎人，有故事在里面。两只猎人，两只猎人，刚刚下面两只。